感谢大王再造之恩，国中可存重下。 大王，国中已经重下，是非成败，在此一举。吾妹儿何在？ 还妖之术，你能奈我何？萧贤，这是妖怪的还身之术，不看也罢。
灵儿，贫僧烦着呢，别拿我寻开心。真扫兴，太没意思了吧？本来想捉弄你一下的，这么难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得找他谈谈。什么鬼啊！无语哥哥，这是我从万里之外采来的绿灵芝熬的汤，仙气可足了，你喝了它吧。无语哥哥，小乌鸦，和尚不近女色，我来吧。嗯，走吧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为你喝药，你跟我在这较什么劲呢？啊，是我推你下水的吗？好好好，你不喝是吧？我喝。江某，这是我的绿灵芝，你喝什么呀？他不喝，谁说我不喝？谁让你喝的？不是你让我喝的吗？哎，我小邪到底是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魏硕姑娘吗？无语哥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看小邪郁闷，就看看有什么遗书。遗书？对，遗书。你是想给你自己写吗？蓝毛，我的绿灵芝，我的绿灵芝。我错了，我忘了这是你熬的绿灵芝了。我没得赔你好吗？我没喝完。魏叔，我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？但为了你，我真的想试试。小邪，啊，魏硕，魏硕，我什么都帮不到你，这是真的吗？小邪，我是龙骨鼻内走出来的意念之神，并非实体，所以意念之神。什么东西？
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小邪，你冷静一下，你想用还妖之术将我复活，此乃我本非妖，其法便不能生效。这不可能，书上明明写万物皆有灵，有灵则为实存，实存皆能还之。魏叔，一定是我用错方法了。魏叔，你不要着急，我再找找，我再找找。小邪，你不用再找了，是没有办法的。你已换出我的一念之身，已违背了六界之常规，你就不要再去寻常逆天之道了。不，我要把你完完整整的复活，不要讲逆天，就算扭转乾坤，我也愿意。小邪，不要这么说，你我都是除妖护道之人，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要时时刻刻守护自己的使命。可是，好了，小邪，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至少我们又能相见了，虽然只有一炷香的时间。一炷香？你是说我们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？傻瓜，一念之身乃执念所化，执念重了就会变成怨念了，到时候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了。可是我不要我们永世都不能相见，我不要永世不见。好了，小邪，安静下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此生若能永相见，何羡鸳鸯何惧仙。谁？是我小邪，许道元。许道元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到了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只是替你感到惋惜罢了。小邪，你真的想彻底复活魏硕吗？你有其他办法？还妖之术只能还妖。什么意思？我和黑灵儿不都是妖吗？你的意思是让魏硕复活，让他成妖？小邪，你听说过魔胆吗？魔胆？我也只是听家族前辈之前提及过此物，相传只要得到魔胆便可成妖，于是像我们这种弱小的家族几乎每年都会派出人去盗取魔胆，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家族的势力。但是这么多年了，没有人能从魔界回来。所以魔胆在魔界？是的。道元，你可不可以替我保密这件事情？你怕谁知道？无玉。无玉？你们不是？我跟无玉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不过我发现他对我用还妖术这件事情非常的反感，所以我略施法术留下了本假的还妖术给他，否则他会盯得我死死的。这样啊，行，我帮你保守这个秘密。谢了，道远。那么我们明天就出发吧，前往离魔界最近的地方——琢磨山。嗯。哎哎哎！
琢磨山？你们去琢磨山干嘛？当然是捉妖啊。小谢，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吗？据说是个边外小城。哦，好像那里边美女特别多。就这些。吴玉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，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奇怪，怎么一早上就说去琢磨山，而且目的性还这么强，难道受天启了？是有启示，可是不是天，是他。嗯，我他，是这样，我昨晚趁你们睡熟了，回了趟老家，听家族的人说，最近有很多妖纷纷前往琢磨山，听说那儿有个万妖会。嗯，胡说，琢磨山可是人和魔交界的地方，怎么可能有万妖会啊？吴玉啊吴玉，你既然知道琢磨山是什么地方，你刚才还问我，故意想考我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那个地方离魔界太近了。就是因为离魔界太近，万妖又聚集在那里，我们身为除妖之人才要去一探究竟，否则不就违背了自己的使命吗？道理是这个道理。我是不是跟你解释太多了啊？得寸进尺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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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行程已定，爱去不去。道员，我们走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别误会别误会，我是说黑灵儿和方道长还没回来呢。他俩去哪儿了？不是昨天晚上方道长喝了黑灵儿在万里之外采的绿灵芝吗？现在被黑灵儿拉去采了。万里之外？万里之外是个地名，离这也就五里路。那绿灵芝呢？就是黄瓜。嗯？啊？小邪，我看这一片祥和，哪里有什么妖物啊？吴玉啊，你是不是病了？啊，这里都是妖物，你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？这有妖物？当然有啊！你看那两个，你想要什么都给。那两个人是妖怪？当然是妖怪。这个小镇看起来平静，其实暗藏杀机，已经有很多捉妖师前来捉妖了。还有捉妖人，嗯，你看看那边，这还什么凶啊？你个小狐狸精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看都不看了你！好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这是，我砍死你！猴婆子！哇，玄铁斩妖刀！现在你亲眼看见了啊？那疯婆子拿的？哦，小杰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看连老方都看出来了。什么？你真是病了？不是我这，我怎么了我？吴玉大师，你可能是一路奔波过于疲劳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。好，咱们先休息。这妖物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琢磨山镇上，真是胆子太大了。哎，咱们。你说那是只什么妖怪啊？哼，雌妖怪乃野狗化身，因为是雌雄同体，所以江湖人称狗男女。那我怎么闻不到妖气啊？你当然闻不到妖气了，那个妖怪用他的骚气遮挡了他的妖气，你当然闻不到了。嗯。几位客官，你们订的三间客房就在这边，你们自己分配吧。嗯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哎，老方、道员，这边。哦，好。小邪，嗯，
我想问你件事。说。你骗我。啊？哦，我骗了你什么？小邪，你来琢磨山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里开万妖大会呢，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来寻找妖王的分身。根本不对。如果真的就像许道元说的那样，开什么万妖大会，那灵儿不会这么安静的。吴玉，你可听好了，琢磨山可是人魔交界的地方，如果什么妖物都能来，那你就太小看魔界众生了。就算是这样，那灵儿也不可能一点反应也没有啊。你就认定黑灵儿了是吧？行，我等会儿就让黑灵儿出去查看妖物的踪迹。如果没找到呢？灵儿，干活去了。吴玉大师，你干什么去？哎，小邪，吴玉大师怎么了？他不相信这镇上有妖，也不放心黑灵儿独自去探查，所以他就去找了。什么？那我们要去魔都盗取魔胆的计划，岂不是要被破坏了？许道远，你该不会告诉我这琢磨山真的没有妖吧？确实没有。为什么？眼下妖王已封，体内群妖四散，区区一个小镇有什么能力避妖？就因为它是人魔交界的地方？其实魔原本属于神，后由于贪念逐渐从神的行列中分裂了出来，后来魔神大战，魔被压制，神被迫签订了分界契约，于是就有了琢磨山这条分界线了。按照契约上锁定，在这条分界线上，无论是神还是魔都不得踏入半步，妖和魔同出一脉，但是远在魔之下，连魔都不敢来的地方，妖怎么敢来呢？你既然知道的这么多，那你怎么敢编出万妖大会这种谎言？这不是太明显了吗？也不能怪我呀，是你先和吴玉大师说要来琢磨山捉妖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知道吴玉大师能够对魔界有所了解。是啊，自从我遇到吴玉的那天开始，我们就一起捉妖，但是从未遇见魔，他也从来没有提起任何关于魔的事情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子知道了这么多事情。小邪，我觉得吴玉大师也就是一知半解，要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亲自去镇上查看有没有此物啊。有道理，这个吴玉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事情？道元，去把老方叫来。叫他干什么？我们需要团结起来。阿弥陀佛。我说和尚，你这化缘找错地方了吧？我这肉铺。打扰了施主。贫僧云游至此，是有一事相问。哎，你呀，要是想劝我改行，你就别开口，小心我连你一块儿剁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只是想问一下，此镇是否有妖物？妖物？妖物什么样？就是力气大于常人，滥杀生灵，还会用凶狠的表情示人。照你这么说，他是不是也拿了一把斩骨刀啊？啊？对，也不一定是斩骨刀，可能是尖刀，还有绳索，总之一切都可能是他幻化出来的东西。哦，那你算找对人了。一人，跑慢半步，老子砍死你！奶奶的，绕着圈子吧！哼，老朽在此七十余载，还从未听过，从未见过有各种妖物在此作乱。怎么可能？就你这穷山恶水的，还能没有妖物？确实没有啊。老人家，你这饭可以吃饱，话可不能说满。要是你这山上
真有妖物怎么办？哦，那老朽就劝他一句，此处非久留之地，还是请回吧。哎，老人家，嗯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？要不是看你老，我今天非得吓死你。不对啊，他这是劝我回去呢。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你那是碰上高人了，只是人家没好意思点破你而已。你就闭嘴吧，是人家把你给点破了。你，行了，你们俩连一只妖都没捉到，还有脸在这里斗嘴？不是没找到，是真的没有啊。对啊，是真的没有。那就是许道元撒谎了。我没撒谎。许道元，你是不是把万妖会的时间给记错了？时间？对对对，听祖上长辈说呀，这万妖会……哎呀，够了！这会儿功夫还把方道长给扯进来了，我就真的这么好骗吗？吴越，你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什么叫把我扯进来了？行了，我这是……你们都出去吧。哎，我有话想和小邪谈谈。我跟你说，想当年我方道长可以说是叱咤风云，根本就不是。哎，小乌鸦，你怎么了？没你事儿。哎，许道元，你跟我说实话吧。嗯，什么实话呀？吴玉啊，你到底编好要说什么了没？我可等你大半天了。小邪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最好不要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，很容易挨揍的。其实我是神使家族的一员，当初你完成了家族祖训，想要云游四方，却遭到了家族诅咒的惩罚。你想去法门寺寻找真相。拯救天下苍生乃是我佛门弟子之己任，如今妖王现世，天下即将大乱，吴玉，你愿意接受神祖传承拯救苍生吗？阿弥陀佛，弟子愿意。那你们神使家族的使命又是什么？找寻赤壁人，完成任务，防止他魔化。就是整天看着我。小邪，其实不用说了，其实我都明白。不过最想知道的还是为什么要阻止我在琢磨山捉妖。琢磨山本无妖，你来琢磨山是想进入魔界盗取魔胆，让魏硕复活。你怎么知道？还妖术乃复活妖物之术，想要魏硕复活，就必须将其变成妖。对于魂飞魄散的魏硕来说，变成妖唯一的办法就是吞噬魔界的魔胆。吴玉啊，吴玉，想不到你这脑袋还蛮聪明的，不愧是昙妖法师的传承人。可是谁告诉你，我盗取魔胆一定能成魔？你既然有为了复活魏硕不惜将其变成妖的想法，你已经有心魔了。如果你再进入魔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照你这么说，人人都有心魔，那么人界不就是魔界了？
你说的没错，一念是魔，一念是佛，有界亦无界，界在于心。够了够了，别在那边跟我炫耀你的佛法，别跟我谈什么守护使命。当初为了答应收服妖王土里所有的妖物，那都是为了完成爱人的遗愿。如果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魏硕，还不能让魏硕复活，那么一切都是废话。小邪，你不要忘了你的初衷啊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如果今天不能让魏硕复活，那么一切都是废话。你反正我绝不会让你踏入魔界一步的。我就是要去魔界。不行，小雪，你干什么？干嘛不抓住他？他速度太快了，根本来不及抓他。一只蛇妖这么激动干什么？蛇妖修成人身需要百年的修行，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妖怪。哎，你不是说这捉魔山的地界不会有妖物出现吗？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就怪你学艺不精，判断失误吧。你明明是你自己出手失误，还怪我学艺不精。哼，方志敬，道远，小贤，不好了，灵儿、徐道元还有方志敬都不见了。什么？都不见了？对，我想肯定是刚才那个蛇妖在作怪。就跟你讲这个镇上有妖物你不相信，还是别愣着了，快去找找。好。又怎么了？小贤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冲动了，不过我也希望你好好想想你自己的使命所在，千万不能犯糊涂啊。没关系，刚才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们就彼此见谅吧。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会的，快去快回吧。这里就是魔界入口，我用罗盘测过，错不了。这门口的样子和我之前听家族长辈说的差不多。这样吧，老方，你守在这里，我、道元还有灵儿，我们进去探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，我们前面探路的都不怕，你在后面怕什么？我不是害怕。你就是害怕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是害怕。你就是怕。绿灵芝，你白痴了。主人，灵儿先行一步，去打个前站。去吧。杂毛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呢？这个魔界之门只有天黑的时候才会开的。主人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出发吧。不不不，小姐，还是再等等。等什么等啊？天不是已经黑了吗？可是什么可是？你是不是怕了？不是，我不是什么呀？不是，你就是怕了。主人，陪灵儿先行一步，去打个前站。去吧，看你了。杂毛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呀？还要等到云遮月呀？小心，时辰已到。主人，黑灵儿先行一步，去打个前站。
怪你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都装了几次了，我。谁让你了？我怎么侮辱你了？你是我怎么侮辱我了？再说一遍。这么大，我们连条路都找不着，是不是方志进他算错了呀？错是不会错，只不过这路寸步难行，这让我们怎么去找魔胆？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主人，哎，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，小心！主人，哎，主人，小心，小心！小心！啊！这！哎，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那就试试吧。我。哎，黑玲你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哪知道。哎，黑灵呢？不是在你边上吗？魔界有多厉害呢？不过就是虚张声势罢了。前面的就是魔都了。魔都？那这里是什么？这就是化妖河。化妖河？就是妖物掉下去变成妖怪的地方吗？不是，这里是妖王为了惩戒那些不服自己的人所设置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躲什么躲？道远，这里化妖不化人，太危险了。你在这里等着，等我们去吧。那怎么行？我们一起来的就应该一起去。可是，哎，放心吧，我枝繁叶茂的，就算被这化妖水沾了，顶多就是断几个树枝而已。走吧。放什么？哎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
小心啊！救救我！快拉我上去！抓紧！怎么样了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，万事小心点。好，好。原来这就是幻妖河啊！你在闻什么？有骚气。有骚气。啊？有妖物。小心，黑灵，你也靠后。我已经饶过你一次，如今你又跟来，到底想要干嘛？小妖多谢高人不杀之恩，但是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想跟随你们混入魔界。胡说，妖魔同出一脉，你这妖物想混入魔界，何须费此周折？小妖不敢隐瞒，我身为蛇妖，实非得已，而是源于妖王的迫害。妖王迫害？那你来魔界是为了盗取魔胆吗？正是，我要为家族报仇雪恨。蛇妖，你？高人，小妖名叫胡媚儿。胡媚儿，我很佩服你的胆量，不过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我来魔都也是为了盗取魔丹，而且在拿到之后，我不会把它交给你的。小妖不敢与高人相争，但求高人再用魔丹助人为妖之后，能帮我的家族重振雄风。小邪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许道元并非是想利用你来帮我盗取魔丹，其实我的想法跟胡媚儿一样，是想让魏硕复活之后帮你重振家族雄风。嗯，好，我本以为你们都是真心想要帮助我的，没想到你们都各有目的，那我又何尝不可能各有所需吗？哼，道元，你没有错，我没有错，我们都没有错。好了，既然我们目的一样，那就前往魔都去碰碰运气吧。高人且慢，小妖曾跟随我族长辈去过魔界，失败之后侥幸逃脱，所以我知道魔胆不在魔都。那在哪里？困龙山。啊？
我们就出发去昆仑山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龙游浅水遭虾戏，真不愧是昆仑山。妹儿，那个闪闪发亮的就是魔胆，对吧？嗯，是的。好，他现在是我的了。这，没事吧你们？啊，你们能出来我太高兴了。小邪兄，这位姑娘是？啊，你好，小妖名叫胡媚儿。哦，原来你是个妖啊。不过也没关系了，妖嘛也分好坏，普度众生嘛。姑娘，刚才在里面有没有受伤啊？本人略懂一点医术，
要不要帮你看一看？王志敬，你待会儿再发丧。现在什么时辰？子时刚过，应该是丑时。未硕快到了。这个吴小姐，整天就知道装沉稳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贫了，咱们去看看。这个人叫许道元，他整天就是猴急猴急的，急什么呀？这……哎，美人姑娘，等等我呀！美人姑娘，人怎么都这么急呀？媚儿姑娘，你先坐这个墩子上。道元，啊，如果等一下吴玉赶来，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他。嗯，知道了。小邪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我方之镜在，就没有人敢在这里撒野。魏叔，我们终于不用分开了。小乌鸦，灵儿，快把魔胆拿来，别闹。主人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魔胆。快点把它还回来！这不是什么魔胆，这是龙晶。什么龙晶？它是当初九龙魂魔所炼成的碎片。不可能，那个龙晶明明在蓬莱仙岛好好的，这肯定是魔胆。这就是蓬莱仙岛那个龙晶碎片。黑灵儿，龙晶也好，魔胆也罢，反正我知道，它可以把魏爽还来我身边。快点把它还来！主人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把它还给你，这是我的使命。又是使命。灵儿，小乌鸦，把我的魔胆还给我。谁阻挡我复活未硕，谁就要死。小贤，你志敬哥哥，我害怕。你别害怕，内部矛盾我解决一下。哎，志敬哥哥，魏硕，魔胆，魏硕，我说你们三个，别跑了，别跑了。
说什么我也不跑了。哎，你们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邪他怎么能突然就发疯呢？哼，还不是你们惹的祸。什么叫我们惹的祸？好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商量一下怎么办吧。小乌鸦，都怪你。这怪我什么事啊？你说你好好的偷人家小邪的魔胆干什么？那不是魔胆，那叫龙晶碎片。龙晶碎片？姑奶奶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纠结它有什么用啊？你把魔胆还给他不就好了吗？我不能还。为什么不能还？因为我是龙晶守护家族的一员，我的使命就是守护龙晶。等等，你不是小邪家族的守护神吗？对啊，我是主人的守护神，但是主人他是龙骨守护使。不是，怎么有点乱啊？乱吗？这一点也不乱啊。自从这个彭祖将龙晶带来蓬莱仙岛以后，我们龙晶守护家族就产生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的家族就世世代代都守护龙晶了。哦，还有这等事啊？那龙晶碎片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事儿啊，就要从尧帝的时候说起了。当时，彭祖受到尧帝赏赐龙晶之后，受到了魔的蛊惑，启动召唤仪式，想要召唤龙晶之力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彭祖恢复了心境，但是九龙的暴躁之力在龙晶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强大的展现，使得龙晶产生了裂痕，掉下一枚碎片。彭祖身边的魔使趁这个机会拿下了碎片，带入了魔界之中。彭祖怕龙晶落入魔道之手，便将龙晶带到蓬莱仙岛，交由我们龙晶一族守护。所以数千年来，我们一直在寻找着龙晶的下落。这么说，这许多年来，你跟在吴家的身边，就是为了找寻龙晶的下落。嗯，是的，我与小邪一派的相遇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。黑灵啊！小邪喊的这个声音好可怕呀！我们怎么应对？都别慌，这是主人在利用我们之间的特殊身份传唤我呢。快把魔胆还给我，否则我定会让卓魔山生灵涂炭，寸草不生。不好，小邪要拿卓魔山的百姓开刀了。开就开吧，总比九龙齐出天下大乱好吧。小邪现在的魔性还不算深，还有的救。如果他把卓魔山的人全都给杀了，到那个时候可就天下大乱了。吴越啊，这魔性不高，他也是魔呀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刚才是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的？是啊，我说的。魏硕，魏硕，对，只有把魏硕的意念之身召唤出来，才可能帮助他驱除心魔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试试。行，咱们走。哎，各位，恕我直言啊，你看我的本领也没有你们三位高，而且我现在又身受重伤。行了，你去也是个累赘，你就待在这儿。咱们走。等一下。那你小心啊。我得找个地方把龙晶给藏起来，以防落入小邪的手中。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好，咱们先走。这个位置是脐背。那里啊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？吴玉哥哥，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？啊！主人，灵儿，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小邪了。小邪，你还认得我吗？吴玉，你把我的魔胆带回来了吗？还好，你还没有丧失本性。我问你，我的魔胆带来了吗？
主人，魔胆在这儿。快，快把魔胆给我。主人，那你可以答应我，只用它来复活魏硕姐姐，不做它用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快把魔胆给我。好，那你先唤出魏硕姐姐的意念之身吧。好。如果你两人敢耍我，我绝对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放心吧，只要你把魏硕的意念之身召唤出来，我们绝不会食言的。怎么了？颅骨比遗损，小溪的心魔入脑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只能试试了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咱们再想办法把它抢回来。啊！高人，魔胆是假的。你敢骗我，那就受死吧。啊，小心。妹妹，把龙骨笔交出来。嗯，是不是我把龙骨笔给你，你就可以不杀我了？好啊。主人有血脉契约，他不敢杀我。啊，灵儿！啊！道远！许道远！灵儿。龙骨一回，萧邪已经魔化了，你和他的血脉契约依然失效了。他刚才是顾及你的龙精，所以，许导演，许导演，你我救我心爱的女人，难道是错了吗？用天下苍生的命来换她的命，这不是错吗？即使是天下毁灭，就是六界皆亡，我也要救回魏硕。苦和
害乌鸦，回头是岸，回头无岸。主人，黑灵儿，魔胆在哪里？说出来，把你们两个都放了。主人，灵儿不能说。乌鸦哥哥，别害怕，黑灵儿，现在只剩我们主仆二人。快告诉我魔胆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快说。在这里。方之镜，你又成了妖王的傀儡。傀儡？为什么我就不能是新的妖王呢？哼，把魔胆还给我，随便你是什么。哼，你说的是龙晶吧？我告诉你，他在冥界已经存了几千年的力量，不过很遗憾，现在已经全部被我吸入体内，如今是我来总管六界。哼，我再说一次，把魔胆还给我。我也再说一次，已经被我吃了，找死。怎么可能？哇，怎么回事？魏叔，魏叔！吴小邪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贪让你的龙骨笔受损，你的痴让你的魏硕而亡，就连你身边最好的朋友也因为你的癫而灭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。这不可能！吴玉，别再睡了。黑灵儿，快醒醒！吴小邪，看在我们曾经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我今天可以不杀你，因为我想让你承受永生永世的痛苦。起轿。是。你，因为他想要强大。那是谁错了？这个世间并无对错，只有善与恶。那我是恶吗？你当然是恶了，因为你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。哼，是他们阻碍了我的快乐。不，是你自己阻碍了你的快乐。我怎么可能阻碍我自己？因为你贪嗔痴。照你这么说，难道吴玉他们就不算贪嗔痴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他们是什么？使命。什么是使命？责任。
停！吴小邪，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！老子刚才放了你一条生路，你不要是吗？这样，还有谁能奈我何？来，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法宝。牵肠挂。